是跟一个十年，那是十年，但是没有见过的网友见面的日子。所以有期待吗？有期待，并且兴奋。等我。OK。我们坐在最后面。等了一个小时。应该可以吧，这样。啊！多见面，耶！元老艾特黑贝，今天来当一日司机的，叫大头。对，我叫什么？哎，你就说你不叫大头吗？我叫金土，叫金土。今日午餐茶水汤。真逗，你们两个。好秋。在巴黎。Together forever 啊！晚餐时间。两个都变低头族了。最后一站就是巴黎。巴黎什么？巴黎海岸。哎，刚吃完晚餐，结束了今天见网友的一天。好友嘞。有吗？不好意思真心的吗？真的真心。怎么说？我不知道，有点干了。我换你了。啊！你也是初次见网友。不要啊！我不需要跟他到，不需要十年时间，我刚刚就初次见面了。好，你厉害，捡现成的，你行，你行，你行。